哎呦我的眼睛啊，我闭着眼睛吧，小伙伴你们也闭上眼睛，让我们听这个美妙的挖矿声音。哎啊，闭眼睛，太晃眼睛了这样。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，欢迎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我的世界啊。我们现在玩的叫溜溜球篇啊。好吧，我现在干嘛呢？我现在到这儿来，咱们上一期呢，咱们研究了一个叫懒汉是吧？懒汉挖钻石大法啊，研究那玩意儿了啊。然后呢，咱们现在干嘛呢？我们得换出来钻石矿石啊。用钻石换黄金，黄金再买钻石矿石，我们有时运八的镐子是吧，所以呢咱们可以倒出来好多啊。这样呗，用黄金再换钻石矿石，因为时运八它能倒出来东西，这样呗，我继续换啊。然后呢我弄了一个就像轨道那样的，然后呢这个挖那个钻石矿石那样快啊，反正就是犯懒了，不愿意重复劳动。就整了个那么个东西啊，咱们看看效果怎么样啊。我已经优化完了，还有吗？还有，还得换，太吵了，啥玩意儿太吵了，你那也放鞭炮呢啊。还有吗？还有，再买吧。我换这么多钻石矿石啊，这不发财了吗？我现在还要买一个这样的镐子啊，干嘛呢？然后就那什么呗，这个让它时运变得更高，我就会得到更多。好，咱们现在已经有钻石矿石了，没看过上一期的可能有点不明白啥意思啊。咱们这样啊，到那个咱们专门挖那个什么的地方，你的音乐太吵了，你不听不就完了吗？这还有上回没挖完的，不是还没拿起来的啊，钻石。那咱们就放个矿车啊，啥也不用干，放矿车跟着它走啊。 OK， 咱们先把上回这个挖剩下的钻石咱们捡起来啊，过瘾不？好，然后准备钻石矿石对着它放就可以了啊。哎呦我的妈，哎我的妈，是不是挺过瘾的？ OK， 然后呢，我的妈，哎呀，我还没铺完呢。哎我的妈，我没准备好呢，我去跑吧。哎呦我的妈，哎呦我一闪，这是蹦迪呢，闲来无事是吧，蹦个野迪。哎呦我的妈，挖吧，我现在啥也没干，我现在就摁住鼠标了是吧，非常的懒汉的做法，可是我很喜欢。这样你走，你下来，然后咱再放呗，到这个头这儿啊，然后点住右键它就开始铺了。咱们看看多长时间能把这个那个装完啊。哎呀我还没铺完呢，我去。哎呦我哪是哪儿啊，太黑了，我啥也看不着啊。哎呦我去啊，这样啊，行。哎呀我眼睛要瞎了。左腰呢这是。哎呀行不行啊，我的妈，非常的耐斯啊，可以，这铺的水儿吧，这一组不够啊，铺的水还可以，这样行吗？你看又没了，你差一大段，你看到没？然后摁住，这个我挖的速度可没有这个矿车走的速度快啊，走的有点太快了，矿车。哎呦我的眼睛啊，我闭着眼睛吧，小伙伴你们也闭上眼睛，让我们听这个美妙的挖矿声音。哎啊，闭眼睛，太晃眼睛了这样。哎呦我的妈，哎呦我去，好了吗？钻石我去挖这么多，这样不累啊，要不然你要是用手那么铺啊，老累挺了。哎铺啊大哥，这啥玩意儿，我得从那儿来。哎我的妈，哎对，你这铺上啊，你搞什么狗啊，铺上。哎我的妈，又没铺上。哎呦妈，你这音乐声太吵了，我都音乐都闭了，吵啥？我搁哪儿呢，我在哪儿？哎呦的妈，透视了咋，我要憋死了大哥啊。哎呦我的妈，这稿子效率再高点好不好，我反正我想凑个稿子啊，我
我要缺氧死了呀，掉血掉这么多，没事啊，我有这个，这是干嘛呢？回血的，看到没？回血的溜溜球叫换光溜溜球，好了吗？血满了啊，就你得不停地跑是吧？哎呀，非常的不错啊，钻石捡多少啊？看看啊，还行啊，不知不觉中已经挖了这么多了，看没？这铺的啊，是铺上是没铺上？哎，我的妈，跑吧跑吧！欢迎新进来的小伙伴们啊，那我再这么铺呗。哎，我的妈，没铺好这个啊！哎，我的妈，嗯，我看一下啊，还是这么正对着这么刨啊、放啊、方块啊，应该是最快的啊！我的妈，我去，咋的了这是？眼睛啊，还有吗？后边没有了啊。铺吧，哎，铺啊，对，铺上啊，我咋刨啊？要不没有了啊，可以了，刨吧刨吧。小伙伴们，这样你们觉得快吗？还是手动放快啊？这样怎么也快是吧？这属于是机械那种，就是反复来回走呗，是不是啊？我看看钻石矿石还有没？还有啊，我还能铺一组，我这都没地方放了。小棍儿扔了，小棍儿扔了，我还没准备好呢。哎呦我的妈，这怎么还有？哎，怎么还有这么多啊？钻石已经满了啊，背包都已经满了。我先把这些刨了吧啊，没铺好的，下来，船上地，你自己船呗。老折腾我干啥？我没空，我现在挖钻石呢。把这些都铺了啊，可以是吧？再把这刨了，我来啦。慢慢来啊，看看怎么样啊。用了几分钟的时间把几组钻石矿石啊都给挖完了，现在把这些都刨完就完事了呗。钻石可有的是了啊，可以。这轨道的声还行吧，勉强能接受吧。好了，我走了，是撅着吗你？我走了。我去哪儿呢？我去商店呗。哎呦我的妈，我这里边都没地方放了。钻石矿石矿车，我这咋换呢？我得回家。回家，然后回到家里边，我得把装备都卸了。矿车我也别带着了。矿车啊，船，等一下。哎呀，我这忙，你老招呼我干什么玩意儿？钻石，那我只能是先把它变成钻石矿石呗。啊，这木钟这烦人。我看一下啊，我把木钟传过来，然后呢，我先做一点钻石矿石，省点地方。好了吧，这样好了吧，行。然后呢，拿它再换黄金。OK， 这样呗。对，换吧。流出来五格的，没有又没地方。你上去，哎我的妈，这样呗。这周围连牛都没有，怎么会没有呢？再稍微来点吧。OK， 这样可以了吧？继续换啊，换这个，留个五格，然后呢，再用它来换这个钻石矿石，这样就能来回倒出来东西了啊。然后呢，继续来吧，小火炸，换。哎，行了，差不多了啊。然后留出来五六格的地方，然后继续换那个。OK， 可以了吧？然后呢，把那个钻石矿石给掰碎了，是吧？再变成钻石，这样呗。还有，我去的这么多啊！那你都给我掰碎得了呗，整个没有用的。行，然后呢换这个。哎呀，完了，又没地方了。哎，我真是服了我。这样啊，你过去呗，你俩不一块的吗？行，然后呢咱们再换钻石矿石，行呗。好，然后呢再换那个啊，行吗？再换这个。哎呀，这个倒这个费劲，还得按这个停，然后呢再换这个。哎呦我的妈，再换这个。都给你们钻石了，你们还一顿牢骚，什么鬼呀、啊、你们。一人给了五组钻石还不行吗？混去呗。再混不明白是不是得自个儿检讨一下，商店里放什么玩意儿。哎呀，你们真是懒到家了。那咋的啊，挖半组泥土换个传送梭呢？没牛啊，早去啊，我也是那么做的，我也不是白来的书啊。哎呀，我这得换到啥时候啊？哎呦我的个妈，这黄金龙换多了，看到没？哎呦我的妈，我这得啥水啊？这得可以什么可以？你们真是啊，你们真懒到家了。好吧，那半组泥土太便宜了啊，我就那什么吧，我就那个两组泥土吧，行不行？
太便宜了，土，因为材料需要挺多呢，你土两组行不行？你们就挖点土还不行的话，我真就没招了。传送书，这个，然后呢，两组泥土啊，行不行？然后这个给我拿下来一本，这我的，行。好了，有卖的了，有卖的了，伙计们，两组泥土啊，别嫌贵啊。你们随便拿个那个铁锹啥的挖一挖就行了啊。我发现了 bug， 又什么 bug 啊？我把后山刨了，你发现什么 bug 了又？你发现啥 bug 了？这有个空箱子呢，别作弊啊！发现什么能作弊的 bug， 你得告诉我啊。OK， 我看看啊，哎，我记得我都设置完了吧？应该无限修复，怎么无限修复啊？你怎么无限修复啊？我听一听啊，我看看啊，这样无限修复装备的 bug 怎么修啊？怎么修啊？你别告我你是拿钻石修的那个钻石装备啊，你啊无限修那你修吧，我没听明白你说啥意思。我看看啊，我现在干嘛，我现在还得换呢，哎呀我的妈，换不少了已经啊，你随便给我个装备，你帮我修看啊，我看你咋修的，拿到左手边，哎看看是那什么吗，等会儿啊，我有点懵了，我去不了商店，我帮你薅过来。你们攒齐了再过来啊。OK， 这样呗。他的意思是左手持物应该是。那我试试啊，我也左手持物呗。这个是吊耐久了啊。然后呢再这样。哦，这可以啊。那我这样呢，这也不算 bug 吧。他这算个实用的吧。啊，也行啊，这个不算啥啊。这样。他应该是倒到这儿，然后呢这也行是吧。OK 啊，行，然后咱们再换吧，这样呗，换吧，留出来五格啊，别多了。 OK， 可以了，然后呢继续换这个啊，哎呦我的妈，怎么这么磨叽呢，哎我的妈，没地方啊，可以吗，可以吧，留出来点地方啊，哎呀我觉得整得不太满意了。 OK 再换吧，还行啊，留出来五格，是三格才留出来五格最好是，行，换吧。哇，这钻石，我那个钻石轨道，那还是有挖钻石那轨道还是有用的是吧，要不然这么多钻石矿石你去挖去吧，累死你。没有了吗，钻石没有了，然后拿它换吧，都基本是换完了啊，然后呢再用少量的再换点这个，少量的再换点这个，再少量的再换点钻石矿石，完美，一兜子钻石矿石啊，可以是吧，可以，非常的不错啊，这个重大发现也挺重要的啊，不过它也就是修复东西，它也不是什么刷出来东西是吧，还可以啊。